这次呢，我们邀请了很多位在南加的这些科技的创新创投跟这个技术的这些专业，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时之选，都是精英。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说，能适应把南加州的这些专业人才能够聚集在一起，然后如果能够 focus，如果帮助大家了解最新的 technology。知道说如何要去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候呢，如何去筹钱，现在的 trends 是些什么？还有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你要 run 一个 enterprise 或者 run 一个这个新创公司，那你要如何 pivot？你如何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所以这是我们最想做的。那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南加有很多年轻科技人才，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服务。那这些包括留学生。这也包括说台湾送出来这些专业人才，例如说，博士繁星计划或者是千里马，还有经济部，他们都送出来很多优秀的科技人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得到最需要的帮助跟薪资。未来南加玉山科技协会将致力于南加州与台湾创业投资、创新创业的交流，提供台湾的新创进入美国必要的协助。通过该平台建立举办活动，结合南加台湾科技人才资源，共同努力协助台湾创新创业。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